周慧敏以大使身份出席一个艾滋病基金会周年活动。Vivian， 早排吴君如话会喺新戏入面参考你嘅造型，你知唔知咧？其实我都有睇过佢嘅造型啊，都好靓喎佢。因为琴日咧，我 shopping 嘅时候咧，我撞到佢个戏嘅造型师，佢都讲咗话，即系唔系净只系我一个啦。咁佢话其实佢都系佢个角色系代表住好多我出道嗰个年代嘅一啲歌手啦，吓咁佢系一个混合体嚟嘅。你覺得佢個造型靚唔靚啊？我見佢個髮型啊，即係好女性化咯，因為我從來冇見過阿君如咁樣打扮啦，都好吸引。但係故事應該同我冇關，即係以我所知係啦，即係可能造型上有啲參考咁樣。我大讚佢保養得好啊，皮膚好啊咁樣。驚唔驚佢醜化咗你呢？啊，都唔會啦，係啊，即係覺得好好玩咯，係啊，同埋因為其實我俾人扮，即如果真係扮，其實都真係好多好多次啦。最近好似啊邊個啊，嗰個郭靖雄啦，係咪啊？好似都扮咗，係啊，我都有睇啊，因為咁我發覺啦，郭靖雄咧，佢即係 end shot 咧，個樣真係有啲靚咯。其實咧似就唔似噶啦，但係即係佢如果作為一個男性咁 man 嘅男人，而佢係要演繹一個咁女性化嘅一個造型嘅角色，咁我覺得佢即係做得好全神啦。因為我真係未試過著宮廷裝嚟唱自作多情嘅，呢個絕對唔係我做過嘅嘢，佢都係即係將一啲我嘅特色再去發揮咁樣咯，都覺得幾有創意。